这位姑娘将来必定会嫁给一国之君，母仪天下。你也不是我们土耳其人，刚才那支箭是你射的吗？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走，你回来。走，走啊！玉儿，见过你大姑父。 咱们玉儿不只是个美人，还是个才女呢。国父不是赞我，是笑话我。等过两年啊，贝勒也非得帮玉儿找一个好女婿。姑姑，什么嫁给一国之君母仪天下，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哎，这也未必不可能啊，还是你根本不想要嫁给就像你说的真英雄、男子汉。要论这顶尖的人才嘛，眼前倒是就有一个玉儿。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。 是多克善说的那个喇嘛，可是这机会也太小了。是哲哲，我不能把这个万一拱手交到别人手上去。大汗是我尊敬的长辈，怎么能？多尔衮的额娘比老汉王小30多岁。除了一个人，我谁也不嫁。什么人？多尔衮。我要替我死去的多尔衮哥哥讨个公道。发现了这个除掉多尔衮的大号时机，自然要当机立断。我看你敢不敢杀了我，给多尔衮毙命！ 你们俩在里头，谁？真的睡着了吗？真的，大汗，千万不要告诉姑姑，他会骂我的。我帮你保守这个秘密，你要怎么谢我？我想想，我好好想想。多尔衮回来了，我要去找他。你这糊涂东西，你忍心让你无辜的亲人和族人为你而丧命吗？放心吧，玉儿，我会对你好的。 嗯，知道。他呀，是很美，整个人呢、啊，就像个羊水般玉雕曲织，可惜呀、啊，别像玉一样冷啊。你今天下定这样，真叫人心疼。我一直对大玉儿念念不忘。我正是，疼爱渴望的全部，可是你的心，很久很久以前就给了别人了。告诉我，你是谁？我只是个女人。这辈子是福是祸，就看你能不能想清楚。 谁的女人？如果他跟着我，只是因为认命，这种感情，我黄太极什么事儿的事实，只要你开口，他要找孩儿带我，我就留下来。我自然敬他顺他，可用这种方法，我是个人又不是个没有自尊的玩物。不让你跟他生气，要多少要多少，找不到更灵的真心。这求一刻不可能。奴才恭喜皇上，奴才只求皇上能给奴才的姐姐一个名分。自称奴才，他是纯心要与我生分。我要怎么样？ 难道跟皇上哭哭啼啼，吵吵闹闹？真想有个孩子。苏沫弄来一套汉服衣裳，压着庄父娘娘，硬要打扮她。也许我从来没有这么孤单绝望过。这世上没有真正属于我的人。可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跟……如果我告诉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听了那个喇嘛说我对母仪天下的预言，你情愿让我死吗？ 会让我嫁给别人吧？有不孟母则刚相了一位叫阿哥。喇嘛的话只是一部分原因，其实我对你早就我们之间本不该如此。我曾经是那么的喜欢。为何成愿与蒙之间变成这样？玉儿，虽然事与愿违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我却心安理得，因为我已经尽力了。 在我没有真正察觉之前，我尽力对得起每个人，我就已经失去了太多，尤其是你，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！皇太后圣明，大清朝不能再行关外救治，引起民族对立。无论满汉，尽皆臣民。 大汗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去与天下百姓为重，化解民族隔阂。哦，连李才子也这么认为。大汗再取笑，我可不说了。什么事儿想得这么出神？臣日夜忧心忡忡。这是方才见到皇太后的神情。先帝的宏图雄心，不禁想起先帝，天下望治啊！